经过了这次疫情，让我们更加的去关注到医护这样一人群，也让我们就是了解到他们是特别的不容易，他们的伟大，他们的无私和奉献，所以我们才有了为医护设置的这样一个契机。 中国的医护人员有没有可能穿我们中国式的医护服装？所以在这一点上，我们使用了很多中国传统的元素，像立领、盘扣、斜襟、交领，还有云肩这些中国传统经典的一些元素，都会运用到我们的医护的服装设计当中。还有一个，我们是采用了很多新的材料，包括导电纤维。 还有一些新的纤维材料，去提升医护工作服装它们的舒适性，就从生理的舒适，包括我们色彩的一些方面，去关心到患者、关心到孕妇的护士他们所穿着服装，让他们在生理和心理上都能得到一些人文的关怀。